据相关媒体报道，7月31日有媒体爆料，小龙女吴卓林和妻子安迪现身香港旺角，这也是小龙女答应妻子要认回生父成龙后的首次合体现身，以恩爱表现打破分手传闻。当天，吴卓林与安迪现身茶餐厅吃早餐，二人低头一起研究菜单，有说有笑，恩爱表现一如往常。吴卓林身穿黑色背心，身材依然很消瘦，打扮越趋男性化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